我们说好的，房子车子归我，孩子归你，把房本拿来。你放心，我只要我最想要的。哥，我给你介绍一个相亲对象，一会儿就到了，人家可是高材生呢。哟，是吗？阿姨您好，我是那个媒人介绍过来相亲的。你好，你是相亲对象丽丽吧？快请进，请进。我就先不进去了，我先说一下我的条件吧。我不会做饭，所以这位阿姨呢是要常年请的。还有，阿姨，你这衣服上有味道啊，所以你要在家经常换洗的啊。还有我的彩礼呢要50万。哦，对了，这个老房子我就不办吧。哎，不是丽丽姐，你这要求也太高了吧？我这要求不高吧？大家都是这样的，你可不要乱说。我看啊，这亲是没有必要相了。还有啊，站在你身边这位是我前妻，和你同龄，她嫁过来的时候也没有这么高的条件，对吧？对呀、啊，而且我嫂子洗衣做饭样样精通，而且把家打理的条条有序的。那她既然这么好，你不但不好好爱她，还要和她离婚呢？这还不是因为她一天到晚不修边幅，这有一点要求都不行，甚至到现在啊，衣服都洗不好了，总是有一股怪味儿。我没想到原来在你心里你是这么想我的，我还不是为了这个家，不然我至于？美女你不要生气啊，我们女人呢就是要把自己放在第一位的，女人取悦自己那才是头等大事。还有啊，你这个衣服，你们家洗衣机多久没清理了？洗衣机天天洗衣服还需要清理啊？当然了，那洗衣机要超过3个月不清理啊，那衣服啊就相当于在马桶里洗，那衣服不仅越洗越脏啊，还容易滋生细菌的，身体上还有痒痒的呢。那该怎么办啊？来，这个你拿去试一试。好。好香啊，老婆。不好意思啊，我们已经离婚了。美女，你给我用的这是什么产品啊？这效果也太惊喜了吧。这个是墨蒙洗衣机清洁液，要知道洗衣机如果长期不清洁，里面的霉菌数量啊可能比马桶还多，衣服不仅越洗越脏，穿在身上还会发痒，浑身难受的，所以定期清理洗衣机很重要。这个使用起来呢不需要浸泡，非常的方便，还能起到强效除菌的效果。只要把它呢倒入洗衣机，再打开任意洗衣机模式清洗半个小时，洗完后不仅洗衣机透亮透亮的，还带着一股清新舒爽的怡人果香。